地图行行车影像分享平台日前分享一个车祸现场，一台保时捷从路边出来，中间车道的车子没有注意，不小心靠得太近，但两辆车谁也不让谁，后方车辆直接撞上保时捷，而后便下车理论，火爆现场让在场其他车子纷纷闪避，更有网友笑说，撞到一栋房子了。Quack.